日本人气 AV 女优三上优雅在13日宣布，将在8月16日满30岁时隐退，结束她 AV 女优的生涯。虽然让许多网友不舍，不过她也表示自己到8月都还会是 AV 女优，让大家多多支持她接下来的工作。没想到三上优雅抛下隐退震撼弹后，16号惊喜晒出破次元合照，只见她与台湾人气啦啦队女神林香贴脸亲密合照，并配文写下我很高兴见到你，而林香也转贴回说看到你我也很开心。两大女神的合照直接让网友暴动，三上优雅除了与林香的单独合照，也晒出与林香以及 Kimi 张雅涵三人同框，只见不同风格的三人在同张照片中也十分亮眼，让大家直呼真的超级卡哇伊。而网友也好奇林香与三上优雅是不是有合作，对此林香也亲揭两人见面内幕，在现实动态中晒出比赞自拍，写下工作中巧遇优雅酱，大家不要太羡慕我，